度就是和歌山的食，系啦，上到嚟都可以睇晒成个和歌山的景，好多楼，好多建筑物，好多小房子。日本呢一种雪糕机的设计真的很正啊！就咁咧，将你要的口味雪糕摆上去，再煎出嚟咧，就可以同时间卖不同口味的雪糕啦。我见好多铺头都系用紧佢噶。耶！到咗黑潮市场啦，要食嘢，要食嘢。我哋嚟得太迟啦，好多嘢都闩晒咯。你睇下，好空啊！冇好嘢食，唔紧要啦，我哋去大阪再食。都要去玩啊！我啱啱咧玩完一个类似香港嘅滑浪飞船咯，又系全身都湿晒。但系佢呢个咧，即系冇滑浪飞船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离心力咁高咯。呢、這个就哇咁样就完咗啦。但系都系湿晒噶，因为五点钟就闩噶，所以我一定要冲去谂住玩。咦啊，谂住玩呢个过山车啊，紧张啊！原来系冇咗，系冇咗，玩唔到啊！叫他坐下，他会坐下的，虽然可能是口口。Hello。